好啊，你带伞了吗？我带一把。手机给我。你有数据线吗？我要是有数据线，我就不在这躺着。我怎么办呀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自己走回去，要么就把座椅调低，睡觉。放心吧，我要求很高的。一年前的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，喝酒太误事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还有啊，没认出你来，也对不起。还有，那个项链是你送给我的。是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。哎，赶紧睡觉吧，啰嗦。哦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出去也不跟人说一声，手机也没电了，出事了怎么办？谢谢您。我刚才去镇上找那个救援队，马上就到了。我说你们这些小情侣啊，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啊！暴雨天儿，就这么在车里睡着了，你这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啊？你们可千万呢，别为了找刺激后悔终生啊！不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车它坏了，然后昨天晚上不是下大暴雨吗？我们就在这儿睡了。好了，事儿办完了，走。饿不？我揣了个玉米。哦，我说怎么一直不肯吃呢？原来留给女朋友的。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不是你男朋友？啊，可惜了啊！慢走您。乔木，你那个月下姑娘是因为我才做出来的吗？给了我一点启发吧。那我怎么跟玉姐交代啊？不用交代，就当是个秘密。